各位观众好，我是虞姬太太，欢迎各位与我一起分享娱乐新闻，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。女性的命运常常是人们关注的话题，作为公众人物，女明星们的生活自然也就更加受到大家的关注。而在娱乐圈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现象，那就是姐妹或者兄弟一同进入娱乐圈发展，如此一来免不了被人拿来比较。斑斑森森就是其中一对姐妹花。姐姐森森先是嫁给了李小龙的弟弟，之后又改嫁富豪，如今生活美好。反观妹妹斑斑则坎坷得多，第一任男友因病轻生，后来丈夫又因病去世，她一个人将儿子拉扯长大，可谓是十分的艰辛。斑斑原名李小文，出生于香港。说起斑斑这个名字的来历，其实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故事。在当年以叠字作为艺名是非常流行的，母亲便以自己的林姓为姐妹二人取艺名。最开始森森这个艺名是准备给妹妹用的，但由于姐姐突然要参加比赛，就先用了这个名字。后来斑斑入行，曾一度反用姐姐的真名谐音取名彬彬，后来觉得那三撇仿佛如三把刀，就把名字改为了斑斑。而说起斑斑的出道经历，那真的是相当的早。在1966年，他就与姐姐以及其他四位男乐手组成了 The Bumblebees 乐队，灌录宣传香港交通安全唱片。到了1973年，他加入了无线欢乐今宵节目，并且与姐姐组成了森森斑斑合唱团，主要负责与其他歌手联合出碟，代表作《神凤》《星星月亮没太阳》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。上世纪80年代，香港影视作品开始大量进入内地，斑斑也逐渐开始为人所熟知。而他最为大家所熟悉的作品则莫过于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。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都知道剧中有江南七怪，而他所饰演的正是江南七怪中唯一的女性玉女剑韩小莹。在大家的印象中，韩小莹虽然是配角，但却是七个师傅中对郭靖最好的。只可惜这个角色的结局有点惨，最后被欧阳锋和杨康暗算而死。在他的诠释下，韩小莹经过不让须眉的气质被演绎得恰到好处，而他为张阿生终身不娶的忠贞更是让大家所敬佩。除此之外，香港艺人主持央视春晚的情况并不多见，但斑斑却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。在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他与马季、姜昆、张瑜、朱苑仪等人成为了当届春晚的主持人组合。当马季向观众介绍过其他四位主持人之后，他随即用流利的粤语向大家问好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毫无疑问，那次的晚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斑斑的大部分演艺生涯都是在香港亚洲电视度过的，而在亚视期间，他也出演了一系列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，比如著名的有《再向虎山行》《八仙过海》《满京十三皇朝》等等。尤其是他在《越女剑》中饰演的令狐姬一角，刚一出场，妖艳霸气的形象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87年的时候，他曾经推出了个人的首张大碟《发》，不过成绩并不如预期那么理想，而他的事业也开始处于半红不紫的状态。到了90年代，他尽管也出演了不少作品，却始终没能更上一层楼。之后他追随姐姐的脚步，慢慢地淡出娱乐圈。之后的十几年间，人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任何作品了。直到2014年，他才出演了电视剧《芙蓉锦》，并在里面饰演了沈夫人一角。
不过这部电视剧整体并没有什么水花，加之他饰演的是配角，所以也没有给人留下太多的印象。与事业相比，他的情感生活更加引人入目。相比起姐姐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，他的爱情可谓是充满了坎坷。据悉他曾和著名演员罗石清有一段长达7年的爱情。罗石清非常温柔，而且有一手好厨艺，完全是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模样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两人恋爱没多长时间，罗石清就被查出食道附近的大动脉处长了一个肿瘤，还不能做手术，加上他也不肯做化疗，所以身体越来越差，这让班班十分的伤心。为了治好男友的病，他四处求医，甚至倾家荡产，还向姐姐借了不少的钱，甚至为男友买10000元一支的药也毫无怨言。但后来罗石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连他自己都失去了生活的动力，加上也不想连累女友，便果断选择了轻生。男友的离开对班班造成了致命的打击，好在有家人和朋友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安慰他。经过多年的振作，他终于走出了失去恋人的阴霾，并在1996年与演员惠天赐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惠天赐与班班是在拍摄《射雕英雄传》时相识的，至于兜转了一圈时隔多年之后两人是怎样擦出爱情火花，最终缘定今生的，没有详细的资料，只知道他们在1996年结婚，并在婚后育有一子。但这迟来的幸福最终仍然难以把握，因为性格分歧，婚姻只维持了短短5年就劳燕分飞。新千年之后，内地娱乐业开始迅猛发展，港剧日趋没落，惠天赐同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港台艺人一样，人生与事业开始呈现低迷状态。更重要的是，两婚两离的他因为拍戏受伤，一度工作停滞，精神萎靡，沉迷酒精的他身材逐渐走形，昔日风采荡然无存。当时过气港星北上发展渐成趋势，妹妹惠英红见他如此消沉，就建议他不妨尝试在内地娱乐圈寻找机会，自己也可以动用内地人脉资源代为介绍。蜗居香港一辈子的惠天赐接受了妹妹的提议，怀着重新寻找人生转机的美好意愿欣然北上。到北京不久，他就找到了工作机会，一个制作单位邀约他担纲男一号，凭借自身的演艺资历与经验担任男主自然不成问题。唯一的问题是中年发福之后，他的外形与角色存在一定差距，心气甚高，急于重启人生的他为了在外形上尽快与角色贴近，开启了地狱式减肥计划，借油戒荤不说，最后连主食都戒了，日常饮食以属烙瓜果蔬菜为主。走至人生末期，他再一次发扬少年学艺青年拍戏时不怕吃苦不顾安危的拼命精神，减少食量，疯狂运动，创下一个月减重30公斤的惊人记录。当他骄傲地将照片传给妹妹时，没想到惠英红害怕起来了，立即劝说他注意身体，不能再继续减肥。他虽然表面答应，可私下照样进行自己的减肥计划。这样快速的减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，何况惠天赐本来就身体状况不佳，早年的打戏生涯让他的身体受伤不计其数，最为严重的一次脊椎骨头差点坏死，何况后来一度酗酒身体发福，心脑血管也存在问题，如此不顾后果的拒检难免雪上加霜。其实在悲剧发生之前，惠天赐的身体已频繁报警，他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中透露称，不是不更新，是最近身体不好，先是关节炎看医生1.5个月，多痰多咳，先是看呼吸科，
又是内分泌科，又是耳鼻喉科，都检查了很多次，最后什么都不是。后来到药房拿了五天量的药剂，结果两天就好多了，气死我了。因为惠家兄妹从小就迫于生计，各自外出谋生，聚少离多，坊间曾一度传言两人感情疏远。但惠天赐去世多年之后，惠英红来北京参加节目接受访谈，谈起了这座哥哥孤独离世的城市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泪盈于睫，可见兄妹情深。他痛心疾首地自责，当初一不该劝哥哥前往内地寻找演艺机会，二不该临行前见哥哥体态臃肿，鼓励他整理自己，以至于他急于求成，最终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悲剧。认为是疯狂减肥，同时又进行超大运动量，营养跟不上，体力不支，才是导致哥哥猝逝的元凶。而离婚多年，班班又当妈又当爹，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子养大，对他而言，惠天赐的离世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两人不仅曾是夫妻一场，离婚后没有感情了，也仍有亲情。再者，对方去世就意味着儿子的一切教育、生活费用都需要由他一个人负担。对已经淡出娱乐圈多时的单亲妈妈来说，要独自将一个孩子抚养长大且成才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熬了过来。之后他罕见露面受访，就说到自己期盼儿子能够成才。如今多年已过，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他的幸福生活也终于要开始了。现在69岁的他保养得十分得体，甚至像40岁一样。而他的姐姐森森虽一句澳门，但也丝毫不影响姐妹俩的感情，经常一起飞往外地，一同登台献唱，关系相当的亲密。人生一瞬，所有的事情都等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天，其实都不算什么了。班班虽然一生辛苦，但最终还是将孩子抚养成人，有了幸福的晚年生活。祝愿他今后的日子能够一直身体健康，心情舒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虞姬太太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分享视频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